塌方了，过不来。嗯，这么强的召唤，不就是那个压力机三级买的呀？嗯，还没生一头，投胎呀？投胎？不是你人，把腿弄。大家好，昨天这两天发现这头牛不怎么吃东西哈，本来这头牛是每天都吃的圆咕隆咚的，今天请这个兽医啊上来确诊一下。免费的还请，也不知道是啥病哈，不能乱给他打针。怀了崽呀，别动了胎气。这个不及时动作。双子奶牛叉有吧？不是的，来这个牛，来上的牛这个。什么病？感冒了？风热感冒。啊？是不是感冒了？体温又不高。拼音估计是哪个？快说啊，他不会说话，会说话的。关键没有什么带点什么药吗？赶紧没带。他们来呀，我不想带，这边是平常带药。不知道什么这什么病。我是瓶子吧？还想个手艺啊？哈哈哈瓶子。三个呢？有烧吗？没有烧。我打不真的，打不真的。我打不这宽的，可不是宽的，可是不要紧的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一你就不是就你要紧的，聊两句好到了，你就好把握的哈。不要紧。不是很想。小病，相思病估计。啊？看看是不是发情了？还要骑上去看一下，飞不跑。崽子要快要生了。哎，家里我不知道。这头牛问是有问题啊、哦，平时你想抓它，根本抓不到。从放出来之后没钻过它，自由奔跑。今天一套就套住，肯定哪里不舒服。搞一针，搞两针，不是搞一针。要对劲啊！哎，要是要是有成了，就是光源，要是啥山芋，多少山芋？搞起来！你说他有病吗？他爬山是一流的。这牛不太严重，给它搞个肌肉注射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躺着去。医药那里在修路，不太方便带药，我也没带上来。提供挺难的。我估计吧，晒不少，该早该早干嘛点你嘛，我落来雨，是不够原因？我落一个脚两米，我牛。可能没太少，医院我就讲，医院打推销针，财富对调包，医院打麻那个，皮肤松松，风热感冒个，舌头黄的，有气，啊，不要紧，死的了你放心，死不了。到底啥病？毛有事偏，毛有事还偏。啊，你们平时不就是管毛事的吗？没有大问题，稍有毛有，一点小感冒哈。小感冒？嗯，小感冒。啊，打针就好了是吧？打两针，要得你去逛逛。可以了。你要不要调那个那个机，知道吧？妈妈，你说这我咱们用，不要留这个试用呀。啊？交了几个钱？你晓得？工资六七个钱。这年几的皮子干？这个牛。我看看来咋那么来个嘴张子一般一双鞋，这不简单了。对啊，这兽医说应该没什么大碍啊，这个应该是普通的一点小感冒，打了两针。哎呀，拿个绳子把它绑住啊，
这个头牛比较难抓。草是会吃。啊，太见效了。不吃草就麻烦了。到那边去跟那些牛。快去找伴去。